所以说广场上我都回了回给他们，要拉才会听的。黄灯，然后变红了，但是你车子已经过
白线的一半的。一样。但没有，你要怎么办？嘿，这个问题，昨午那有人在电视有讲。你要怎么办？结果检查嘛是讲，一样也是要扫啊，嘛是去过啊。哦。嘛是爱。我有一条，那条阿公，我有去问，我有去上课。嘿。啊，伊给我，哎，几个选项，三个吧。嘿。第一个，紧急的紧急停车，倒车。倒车啊，后面。后边老车要安怎？第二一只冲过去，啊，第三就是第二冲过啊，第三就是你停伫遐啊。啊，就是遐个乖乖红皮的。你刚才我顶第一个。叫咩？乖乖红皮啊。啊，顶第一个捌去的迄个啦。什么呀？啊，你还弄到后边嘞？然后，你敢有想到后边有哪有车嘞？迄老师就甲我讲，啊，后边车要安怎？你捌去？啊，我讲啊，无我要安怎？哎呀，你讲。反正你搁甲冲我过嘛是爱红单，你无冲嘛是爱。系啊，你听话你就好过得啊。你穿皮啊，就是红单。对啊，所以我为着迄条红单，我搁去上一课。啊，所以甲你讲哦，今仔开始就要开始哦，现在所有的红绿灯，你来注意看吼，从麻豆要往西港，啊，对咱的台南市哦，啊，你注意甲看安和路、安中路，规个拢是西洋灯的边有个黑色的长方形的，注意看，摄影机哦。摄影机哦，即摆拢是安尼翕，来帅哥，咱行到头前，你看咱即要开车，安尼就有危险嘛吼，安全第一。所以讲不管啊，即拢开车哦，那么不要越线，也不要闯红灯，也不能红绿灯左转跟右转。啊，无就罚单，规个是1800，即摆叫起歹歹啊，疫情安尼足侪人无工课的吼，迄千八足好用的。可能政府欠钱啊，政府拢把咱的吼，摕迄个什么万税，拢摕去买迄个疫苗嘛。啊，只买疫苗钱可能无钱啊，要对这开始吼闯红灯的啦，啊，来越线的开始开始咧收万税啊，你知无？所以吼，为着这万税吼，会当买足侪新衫的吼，迄条提早出门。即摆提早出门啊啦，今仔因两个要我载，我讲歹势，甲提早出门。我计十一点半来阮家，伊甲我讲啥？哈，做两点十一点半到恁家，我讲哦，无咧歹势呢。迄司机拢爱提早一点钟，啊，我拢伫车顶化妆换衫咧，所以若要互我载，你来较巴结咧。系啊，啊，因为即个交通规定哦，交通规定吼，袂当安怎，袂当闯红灯，佫袂当开伤紧哦。我若叫人发要安怎？因两个乖乖十一点半到阮家，因两个十一点二十就到啊。嗯，袂歹。这所以这爱较食用的，你若有欠歌手家两个叫的，这两个新的查某，啊嘛新的查某的歌手，新查某的歌手，讲一首紧，来啦，我看好啦，过来听你的歌好啦，过来欣赏我运气妹妹的歌声来，叫做什么歌？好，再来这首，那是有一天，那是有一天，好来，咱赶快来欣赏哦，这首歌哦，给玻璃相关哦。是有一天
好在咱手行到袂跌倒，是咱相爱时的感情的破坏声，那个继续唱歌好听。好，谢谢，继续刚刚带来一首抒情歌曲《一杯无情盐》。好，来，一把无情盐，一杯无情盐，吼，来，给你感受哦。